考试成绩出来了没啊？我来帮我看一下。75分，天哪！你只考75分？人家秀珍的女人梦也每科都考满分，你看她得意的脸，这个分数我要怎么跟人家讲啊？妈妈，可是我今天躲避球，我得了冠军哎！你看这是奖状。体育没有用啊，这赚不了钱。你应该要好好认真念书，每科考满分啊！秀珍每次都说你的美术考全校第一名。你跟他得意的脸才受得了啊！素远，你爱妈妈吗？你想让妈妈开心吗？那你就要考好分数啊！考好分数，妈妈才会开心，知道吗？那你要好好考试哦。那我不吵你了。你看，妈妈说她爱你耶，让我们好好用功读书吧。分哎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这样子好恐怖哦！这样他说他不爱我了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可以这样呢？这是说谎啊！不可以这样子啊！素媛，你不是想要妈妈爱你，妈妈开心你就开心吗？100分，妈妈就会爱你喽。反正考卷不用交回去学校，不会被发现的啦。素媛，怎么叫都不会意。妈妈快来了，赶快改了吧，改了妈妈就会爱你喽。素媛。怎么叫都不会应呢？考试呢？成绩呢？哦，100分，太好了！看这次秀珍要怎么笑得出来。考100分，我们家也有啊。嚣张什么？啊，素媛啊，好棒哦！考100分呢，下次要记得考100分，就是让妈妈开心哦，知道吗？哦，啊，对了，妈妈，之前有一个叔叔啊，他说。叫我圣诞节可以去这里玩呢，他说这里有很多人可以陪我玩，我可以去吗？教会不用啦，教会那边没什么好处，你考好分数，妈妈就会买很多玩具陪你玩啦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就好好认真念书就好了，知道吗？那我不吵你啦。偷改考试卷，这样真的是对的吗？妈妈虽然开心的，可是我的心里面好过意不去哦。可是没有钱啊！对哦，没钱。哎，那凯伦不是他们家很有钱？
来，我们是硕远他的同学凯伦啊，就凯伦啊，对呀，对对对，等下来，等他落一个钱，对呀，哎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是什么？烟啊？我加油。对啊，哎，哎，哎，真是都没有钱，硕远来。对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来，过来。看到不会打招呼。要去哪里啊？哪里？我要去补习班啊。补习？补习？补什么习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里面有什么？英文。英文哦。数学哦。还有什么？好学生的书包是空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补习，跟我去唱歌。整年还有人在补习，拜托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请他，请他一根，请他一根，请他。不要说对你不好，跟你说看看。来来来来。对呀、啊。不好吧？这是香烟哎、欸，你又没试过，怎么知道不好？抽一下。抽。往快。不可以啊，这是烟哎、欸，好学生是不可以抽烟的啦。哎呦，没关系啊，人家当你是好朋友才给你烟抽，怎么可以拒绝呢？抽一口没关系的啦。快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对啊。先，白痴哦，抽那么大口。落妹，落妹。再试一下。碗筷。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嗯。送哦。不错，谢谢你哦。哎，不错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听说啊，你们班那个凯伦，他们家很有钱，不是？你跟他关系很好，他是住在你家隔壁而已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你去跟他拿一点钱来花花了。我们几个兄弟没钱，待会要去唱歌，没钱要怎么唱歌？你去跟他拿一点啦。这样不好吧？这是勒索哎、欸。这哪是勒索啊？这是友爱哎、欸，我们是好朋友呢，不是要跟我当朋友吗？就弄一点钱，我们唱歌。又不缺钱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他家不缺，看看，哎，快点，来来来，快点，不行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是勒索啊！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好朋友这样呢？这才不是勒索，是友爱。反正凯伦又不缺钱，拿他的钱来交好朋友，刚好而已。哎，凯伦。凯伦。你怎么在那边？你说他这是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。怎样？他好帅哦！凯伦，对，你有没有钱？钱哦，有啊，刚好我妈这个月有给我零用钱啊。你能不能要多少？借我点钱。给就对了，啊、你啰嗦啊！哎、欸，走开！你们不要打他、啊！再来！哎、欸，你别忘了勒索我！这怎么勒索？快去追凯伦啊！快去，跟他解释清楚，你是被逼的。哎，不过就是失去一个凯伦而已啊，你还有其他的好朋友嘛，没关系的啦。哎，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没办法，勒索你，做的不错。他们家真的有钱呢。对呀、啊，可。耶稣，耶什么猪啊？上主地，哎、欸，我们上 KTV 吧！走走走，我唱歌，要嘞要嘞哟！我得罪了凯伦，认识的这些新朋友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我心里面。好过意不去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哎，凯伦，
怎么这样？这月一起怎么那么烂？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？一定又是不认真给我偷偷摸鱼了。真是这些员工，我不晓得该怎么办，怎么教怎么教，怎么教都教不会，气死我了。啊，嘎嘎的，人家气死人，气死老命，咱命蛮黑的。我的报表怎么没看啊？报表咧？我的报表在哪里啊？报表咧？哎，你们在这边？在哪里？出来报表啊！想到了，高硕远啊！高硕远，是报表嘞！哦哦，经理不好意思，我报表在这里。报表，这运气真的很烂。怎么这么烂？你摸鱼了对不对？经理我没有。你没有。那为什么报表的方式跟我讲的方式不一样？你在做什么？然后去创作。是经理。等一下。明天晚上餐厅订了没？哦，经理，我有打电话，可是他们去餐厅都没有人接。你骗我，那么大一家餐厅没人接电话，是你没打吧？要不然你去现场定位吗？我交代的事情都做不好。那花嘞？忘记了对不对？真正是交代什么代志拢做袂好，一句教都袂晓做。你去死，我去死都唔明，咱是变咱这个人吼，咱是命出来出头头天啦。我会改进。你每次都只会说你会改进而已。好了，赶快去做啦，快一点，去。是是是是。那可以行哦，没有这么笑脸男哦，咱们要做代志。小尿的包包还有阿尼亚斯贝的大衣当生日礼物，你应该没有忘记吧？哦，没有啊，我最爱你了，我怎么会忘记？好哦，那我喜欢的款式我都传照片给你了，先这样子喽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哇塞，这些加起来要十几万呢，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真的太多了。你好好跟女婴讲，她爱你，她一定会谅解的。这可不行哦！你不是跟云云说你是经理吗？经理怎么可能负担不起呢？如果跟他说了，不就代表你说谎，可能会因此而分手哦。分手？不能分手啦！我这么爱他，可是十几万。真的太多了啦！对啊，好好跟云云讲，他一定会谅解的。那你看看，今天的客户不就是个很有钱的肥羊吗？大好机会，人宰多少是多少，快去吧。哎，
Vivian， 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哎，来了。对啊，我从我们公司啊拿了那个你救我们你要的防火壁纸，你看，我带来了哦。你摸摸看这个材质，而且这么漂亮的只有我们公司才有哦。嗯，真的。这有没有那么夸张？你可不要骗我，我也是小有研究的哦。哎呦，不会啦，我们两个都合作那么久了，你相信我的为人啊。你看这防火等级这么高的，而且又漂亮，材质又好的，要不是我偷偷帮你留下来哈，公司早就卖光了呢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这是说谎呢？怎么可以拿次级品当高级品来卖呢？出了事情怎么办呢？卖就对了，没有那么倒霉会遇到失火的啦。好吧，你都说成这样子了，何况我们也合作过几次。那这样吧，明天就把我预估的数量直接送到家里去，防警装潢比较重要，听到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慢走，拜拜。哎，年轻人你好，哎，这是我们教会的传单。耶稣爱你哦，我们在你身边哦。耶稣爱你，记得哦。喂。喂，宝贝啊，你还在谈客户吗？哦，对啊，你都不晓得我刚谈得很顺利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很忙哎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哦，等后面再说吧。而且我跟你说哦，我已经跟我姐妹说好，你会把那些礼物送我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，你不要让我丢脸哦，好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拜。而且里面还提到一件事，防火壁纸，我们公司没有卖防火壁纸，为什么你会卖防火壁纸这件事？你一定又是骗客户了，是不是？你骗客户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是你自己惹出来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没有处理好的话，你就准备离职，而且这件事情影响到公司的信誉，公司还会告你哦。我跟你说，你自己好好看着办，快去做吧，就这样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们公司说要帮你处理吗？我们经理说这是我个人销售不当行为，如果我处理不好，工作不但没了，就连公司还要告我，怎么办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电话。喂，怎样？你要去吃饭吗？好哦，那等等见，就在那间餐厅吧。怎么了？哎，那个，我等一下有事，我要先走啊。
然后因为我姐妹说要帮我庆祝生日，然后呢，你就先不要打电话给我了，然后看怎样，我再打电话给你哦。那我先这样子了，我拜拜。到底该怎么办？谁现在可以帮我啊？我会尖叫，会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我到底该怎么？身边，刚好我们教会今天有聚会，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，你有机会认识他，让他的爱充满，让你从现在的低谷里面依靠他的力量再站起来。相信我，他真的有办法解决我现在的困难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要你愿意将你的心打开来，接受耶稣，你的生命将会越来越美好。